这个我们是用玛瑙藤做成骨架咯，这个玛瑙藤我们先会把它的尺寸先裁好好，等之后做成它的形状，等之后熬好骨，我们就做它的花，这个用藤子做花，做了花之后我们就把那种有下筋的地方用这种藤皮给它绑起来，这个就是有皮的椅子的做法啦，就是没有皮的做法，没有皮的椅子，这个张椅是玛瑙藤，那是刨把它皮刨掉的啦。 玛瑙藤，这刨皮的椅子，它的那个step就比较多一点。我们首先把这个骨架做出来，等就是这些也是藤子呢，把它皮削掉的藤子，就打花一样，把它这样绑它的接头。绑了接头之后，我们必须磨滑，用砂纸磨滑，磨滑了之后上一层那个拉卡，上了拉卡之后晒干再磨滑一遍。 磨滑一边，如果顾客要求要上色的话，就上这层颜色，上了颜色再跟它一层虚拟打亮，这样就 OK， 这张就是完成品。像这样子要做多久的过程？这张的话，通常过程是时间1到2天。1到2天。嗯，对，1到2天，其实是看我们的。